kitchen sink faucet hose replacement. 厨房的水龙头软管的更换，旧的软管。两个孔，这个还可以拿下来，就这样拿下。这里还有很多的软管，这软管不行，就是这种。这里都有软管的，厨房水龙头的软管。就这种软管不是，这都是编织软管。更换一下，这种编织软管更换一下就行了。更换一下就行了，这编织软管，这孔都是一样的。